예후! 还没有参加过第一次办电影节，而且都是冬天了，但这里的气候啊，温度特别舒服。十八组，这个海天，这里红毯在海边举办嘛，和冯思源老师，你来说概括几个词语的话是什么？我觉得本来电影就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，在一个浪漫美好的一方办电影节，我觉得可以吸引更多的旅游人或者是喜欢电影的爱好者。担心在海边走红毯会有海风，是一道裙子。我是担心那个红毯下面是沙子，万一一跤摔在沙滩上，我倒没什么。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？特别简单。最近我在排练话剧，下个月我会有一出话剧跟你们在一起。什么？球证。哎，前两天也参加那个脱贫攻坚战了吗？最新光总。哎，对对对，什么感受？反正一直在看。哎，这个人好面熟。对对对，一直在看素材，希望明年3月份有一个纪录片可以跟观众见面。有什么美好的祝愿吗？送给海南岛国际电影节。希望海南国际电影节能够越办越好，成为一个很棒的、让人难忘的美好的电影节。